事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波切拉耶娑婆诃，摩诃利胜揭。
神诺神诺格拉
希多耶，娑婆诃。
护持中华国际诗实协会，邮政划拨
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 50396819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 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如同随着夕阳渐渐西下而拉长的阴影，死神毫不留情地逼近。听闻的人们啊，赶快远离死亡。在黄昏日落的时候，拉长的西山阴影不断逼近，直到把我们吞没在朦胧中为止。当我们的生命之阳落下的时候，死亡的阴影也将如此的把我们吞没。然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是，死亡不会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或地点降临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生命就无可避免地迈向死亡，但遭遇死亡的时间却是无法确定的。一个被通缉追捕的罪犯，从来没有片刻宁静，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戒，急切地策划成千上万个谋略，来逃避等待在前的处罚。你不会看到他为未来居住的房舍构思规划。当死亡的威胁随时都会降临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够高枕无忧？从现在开始，修持佛法必当是你唯一的依靠。除了佛法，